红色的耶。那是什么？哇塞。啊、哦。有没有？瓢虫吗？哪可能那么大只，像天牛之类的。嗯，会不会是害虫？管它什么虫，它就出现了、啊。害虫也是虫啊，很可爱吧？嗯，好神奇哦！第一次出现呢，今天拍到乌鸦近一点，然后这个太神奇了，就不知道什么，好可爱，而且全红色的，真的很可爱，黑色的那个条纹斑节，那也不知道它在干嘛，我要回去查。山上充满诱惑，快十二点了，他不知道去哪里，他要跟你回家，藏起来，可爱哈、哦，嗯，你没看他吃东西啊？他不知道吃什么，比他小的虫吧，蚂蚁，哪知道，这没看到啊，有可能，哇，这样好可爱哦，啊。爬叶子，往下去了，懂？懂？不知道它的需要是什么，它一直走。没有，太可爱了，很可爱。也要下去了，噔！看它会停留在哪里，都没吃东西啊，不是要吃东西、啊，噔！没有，所以它是要爬到这个叶子吗？目的是这个叶子吗？哎，好像是也停下来了。嗯。这枯叶，很可爱的枯叶。是油桐的，展翅，刚翅膀打开一点点。它的枯叶放在那里很可爱，好可爱啊，很可爱。嗯，太可爱了。嗯，没动。不敢动吧？我会帮他在他，我在帮他各个角度的特写。那有时候翅膀好像要打开的感觉。应该是要吃蚂蚁吧？应该不知道哎。有，他翅膀要打开了，他打算飞的样子。乌鸦在叫，怕它冲过来我这里。它为什么会把翅膀展开？打算飞吗？看能不能拍到它飞。哎，很奇怪，它一直会对着我哎。它一直会对着我，故意拍它侧面，不要让它
会不会等一下攻击我啊？我再转向一下，看看它会再过来，因为它好像会感热，它好像会热感应，有吗？这一次如果再转一次的话，就是转三次，没有，没有，它不是冲着我的。它像，不知道会不会喷毒液出来，不知道。该不会是要下蛋吧？我有拍到它飞起来。飞起来！哦，它那个引动物。会啊，它一定会飞的。哦，这一只来凑热闹。刚飞起来，好，那就拍到这里了。